放松。我现在没办法放松。对，闭上眼睛放松，这样这样。接受访问前，先帮主持人方念华按摩香港影帝黄秋生展现为拍戏学的推拿动作。啊，我知道里面，啊，里面叫的是真的。卖力按压肩膀，来回扭转，手劲似乎不轻。黄秋生在台湾主演的首部戏剧《四楼的天堂》，角色就是推拿师。喝完茶我们开始吧。人比人有病。与剧场女神谢盈萱飙戏，黄秋生在戏里疗愈客人不愿面对的心理伤口，观众跟着剧情也被疗愈。很多人说，就是都是一些旁边的人讲，他们看到某一些报道，或者是Facebook 之类的，说好看。以前是旁边的人红，旁边有刘德华啊，那些现在没有了，就只有几个访问，随便嘛，那老人家。幽默吐槽自己一番，这回来台不止拍戏，录制实境料理秀。工作满档的黄秋生也透露，年底会在台湾跨年，并且带来惊喜。啊，我这一次不是唱 rock， 这一次是唱一些开开心心的跨年的歌。上回在台湾现场已经是六年前高雄大港演唱会的表演，当时还化身成摇滚歌神，带来十多首劲歌金曲，还翻全场。这次曲目则保密到家，保留影帝一贯的神秘感。而他也在台开设表演班，希望传授演技。TVBS 新闻钟宇伦、黄冠宏、洪婷台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